看我舅舅啊，那个时候舅舅去带舅妈到那个高铁，他在那个船那边，然后他就过来帮忙，结果没办法，我就去叫妈妈过来帮忙。在那边求救，然后我以为他只是上厕所要拿卫生纸来。对啊。姐姐，帮我拿一下东西。姐姐，如果他是长这样的，有一点点重，我就这样一打开，他就突然掉下去，我就直接急忙往这边抓起来，他这边。他在那个船那边，然后他就过来帮忙，结果没办法，我就去叫妈妈过来帮忙。看我舅舅啊，我舅舅开的是马自达，他开的是白色那一辆。那个时候舅舅去带舅妈到那个高铁，在那边求救，然后我以为。他只是上厕所要拿卫生纸啊，对啊，或者是什么东西，然后他一直讲说赶快，越来越开始急促说赶快过来，然后后来才过来之后，然后才听他们说是纱窗要快要掉下，他说他当时说他快撑不住了，然后我们才觉得很奇怪，后来才看到才知道是纱窗掉。你一直抓着纱窗抓了多久，还记得吗？我就抓了。姐姐就过来了。那时候会不会很紧张？对。所以还是有吓了一跳这样。对。